护法最重要的能辨别邪正，护持正法，不护持邪法，这很重要。护错了造业，这个正与邪的辨别，多听见，多看见，多读经，他讲的跟经上讲的、祖师大德讲的相应，这法真的；不相应，那法有问题。这个必须要分清楚，搞错了就造业，造业受点苦报。所以持求佛也不容易，你要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护错了或者邪法了，造很多业。法运有高低有起伏，不是正法永远是正法，正会变成邪，邪会变成正。人的念头，什么是正念？成就自己的道业是正。佛家讲正福，是真的福，假的福。功德，佛变的功德。很不明的功德，你要有能力辨别。一个原则，利益社会大众的是正，障碍他、破坏他的是邪，为个人的利益由正变得邪。报声